好，玩具 TV 第十六季第一集，哇，仲未執，系停不了啊！終於可以講下我自己，即係近呢十年都叫最欣賞嘅拉特。居然係啊！呢套嘢真係非常好睇，即係無論設計啦、女角啦，或者故事大部分我都 buy 嘅。嗱，我呢套咧就未睇曬啦，咁但係我。平成嚟講，我最欣賞其實就係海姆同 XA 啊，海姆正 ，XA 都 OK， 不過今次即係講女角咧，我又真係幾鬼中意伊絲嘅。係，雖然就唔講啦，後期型就唔講啦，講後期型我中意。好，咁啊，今次要介紹嘅《閃耀突擊蝗蟲》。咁如果即係大家有睇到劇集嘅話咧，咁本身。叫做中間形態啦，咁啊叫 final form 之前嘅一個過渡嘅形態，咁啊膠紙都未拆嘅。通常咧，佢而家拉打咧嘅中間最強形態都用呢一個 format， 之前嗰個標都係有一個 sparking， 即係都係類似咁樣爆咗一啲白色出嚟咁嘅形狀，呢、這個都係今次咧就爆咗啲藍色出嚟。係咁啊，或者都係咁以碌一碌個 detail 啦。本身其實佢都係用翻上次嗰一隻熒光王，咁啊配翻Arc System 嘅藍色啦，咁同埋正常嘅黑底。我唔敢講話喺色彩配搭或者呢一個顏色嘅造型上會話好突出，咁但係你問我咧，我其實都幾中意本身呢一個中間形態。佢設計真係幾靚，幾靚。不過就唔係最強形態啦。係啦，咁啊，本身如果純粹就住個能力值就一般啦。咁啊，拳擊力啊27吨，腿擊力啊67吨。咁喺一般嘅拉打嚟講咧，都算係中上嘅。其實個個拉打都係唔知幾多功力幾多吨，都幾搞笑。不過其實呢啲數字啫，你坦白講你。你 DK 夠弱雞啦，廿噸都唔夠呢一、這個 final form， 咪又係即係唔係時王就係佢最強，所以好啦，咁啊叫做 side check 咗啦，咁啊 detail 上大致上講咗啦 ，QC 咧一般啦，我呢度又要揾筆刀削翻啲古靈精怪嘅紅色，咁另外覺得心口呢一個透明管呢個位做得幾靚，係 Arc 嘅 system 一個亮點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嗰啲紅色邊其實喺上色嚟講咧都可以嘅。咁不過譬如話手指頭嗰啲黃色嘅著色咧，就係啲日式嘅情況。阿 Ken Wong 問呢一隻係咩高達嚟㗎？喂，我冇錯，我中意。咁但係蘇花其實就咁見翻個 QC 都合格嘅，我自己都 OK， 所以都係嗰句唔使 PM 我啦。個腰帶都靚嘅，嗰啲黑。的光澤色和銀色和本身那些熒光黃的邊的上色都很準，也都很細緻。那些網紋其實我是挺喜歡的，腹肌啊、前臂啊那些位置，所以變成整隻東西的感覺都很漂亮。其實就在燒溫那些即設定真的挺漂亮的，拔一隻手直接玩把架撐，想都不用想，加上什麼堅力先我OK喎，成件件齊曬。好。呢個武器佢本身係咩變出嚟啦？好似有啲機關咁樣。其實原本都係嗰啲公事夾。哦，都係個夾接出嚟。係啦，接出嚟嘅啫，所以都會係一般嘅 zero one 嗰啲玩法。咁啊，睇一睇把斧頭先啦。咁啊 ，one side and the other side。後面有啲藍色嘅有趣呢一個，係都 OK 嘅 so far。咁啊，本身最重要，如果純粹講呢一個Shining Assault Hopper 嗰個特徵咧，就係佢嗰個叫做閃耀系統，咁啊會飛一啲類似尖角嘅嘢去做防護同埋做攻擊嘅，咁啊變咗攻防一體，就用翻本身啊。畫人的思想嚟進行呢一個防禦或者攻擊嘅，
觀眾問有冇夜光？其實本身呢一隻也好咧，同埋上次即係原本隻 Silver One 都好咧，用紫外光燈射會有一個幾舒服嘅效果，咁但其實嗰個就唔係一個特殊效果嚟，電摩芝嘅係啦，即係望落去安慰一下自己有少少熒光嘅感覺。Okay. 但絕對就冇夜光嘅效果。你用紫外光燈射白色衫都係熒光嘅。冇錯，所以我用呢個電摩芝嚟形容啦。OK， 幾型㗎？咁啊，成隻嘢本身始終都係叫雲行啦。咁即係大家利是講過，你即係撳到嘅人就唔多。咁我自己本身都主力都係撳港雲嘅，咁所以見到撳翻嚟啊，撳翻嚟，咁啊，所以先至有呢啲咁鬼肉酸嘅貼紙啫。居然有人係啦，咁啊本身配件就唔多啦，咁啊係斧頭啦，同埋有其他呢一個包埋有九隻嘅造型手，係咁多嘅啫。咁嚟緊仲會出埋 Shining Hopper 嘅，咁啊其實如果純粹講配色咧，我就覺得 Shining Hopper 仲好睇過 Shining Assault Hopper， 因為始終熒光黃藍黑銀咁樣撞咧，一般啫。咁但係即係少一隻藍色咧，其實望落去個感覺，我覺得仲舒服啲。唔知道你點睇啦 ？Anyway， 好咁啊，都係咁以喐一喐個可動性啦。其實即係大家玩咗咁多年呢一個 SHF 咧，都唔使太擔心佢啲可動嘅。頸係喐得幾誇張，因為你可以拉高少少。個軸咁啊變咗，佢喺可動方面向前係會多好多嘅，耷低頭。咁但係向後咧，就始終個後尾枕就頂住一般嘅啫。咁左右就冇乜問題嘅。但係大家玩嗰陣時候都要小心翻，本身佢個尖角係比較多。咁如果小朋友就會牙煙啲，咁如果大朋友就即係千祈唔好跌，一跌應該都會斷噶啦。雖然本身有個肩甲位。但是對於嗰個可動的影響咧，唔算好大，因為你可以將呢一個膊頭拉出少少，變咗佢可以向上咬。雖然都冇呢一個九十度，但係我覺得都合格噶啦。其實玩呢一隻拉打嘅 SHF 咧，比頭先玩 Mandalorian 嗰只咧就舒服好多。因為你起碼唔會玩跌嘢好冇癮嘅，飛啲嘢出嚟真係好煩。咁啊，上臂有一個環軸啦，呢個就。即係正常規格㗎啦，同樣地咁啊，前臂即係或者叫手瓜位就二重關節啦，接得幾自然嘅。網友問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撳呢個港雲限嘅技巧？係有咩技巧嘅？技巧咪準時上網撳掣，技巧係咁樣就撈唔到冇計，咪撳 F 五。好咁啊，腰同樣地係兩節，用咩包手？手機向前一般嘅啫，向後就好少少。咁但係本身佢嗰個腹肌都做得很好好嘅，你縱使向後咬都好咧，咁都唔會話好突兀，同埋有一啲即係叫窿位，望落去個遮丑位都好靚嘅。咁啊腰帶啦，咁另外就正常嘅左右轉啦。點轉都得，咁啊腰帶亦都可以遮咗下邊嗰個環軸咧，咁變咗成件事就望佢舒服啲嘅。好，咁啊腳拉翻出少少，望翻呢一個大腿嘅關節。咁前面塊甲上面就正常嘅球形關節啦，咁啊變咗可以踢到好高，都冇問題嘅。基本上佢個裝甲嘅造型已經係預備咗，係用到分件位咁樣，係 exactly， 即係非常之商業啦呢啲作品。係啦，咁啊，亦都可以對接咁滯嘅。咁當然你真係唔好期待佢連呢啲位置都會同你遮埋丑，但係我覺得轉到呢個 curve 位而唔即係唔可以用，係啦，唔突兀咧，已經係一個幾好嘅造型嚟噶。好，腳呢個係出奇地勁，好靚。咁當然少少穿崩，大家就睇開啲啦。向前，再加埋鞋頭，你冇説話講嘅，其實成件事。不過
都係嗰句我唔可以話叫偷工減料嘅。其實真係如果即係落多少少本咧，好似以前玩 SHF， 佢將個腳掌變咗做金屬嘅話咧，就變咗可以即係點喐啊，點樣擺啊，個姿勢都會自然雲怕跌。都是那句，當你能夠擺到這個姿勢，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補充，你完全是合格以上的。嗯，如果有個台座夾一夾條腰出回這個必殺技的感覺，我覺得都真的非常之正的 Shining Storm Impact。 還有我真的挺喜歡他的超必，就是 Say Shining Storm Impact， 然後就打了字在這裡個表達方法很有氣勢，這個又是一個真挺正的玩法來的。現在反而即多人比較講話套Sabre 麻麻地，我又覺得應該看完先的，現在都四五集而已，高數的編劇是事實。Anyway， 還有都太多 CG 了，可能即他們都怕，可能啲演員不太想他們即暴露在即有機會嗨冇費啊 ，whatever 啊，咁啊，但係好勁喎！最近睇啲玩具宣傳片，有個變劍嘅機器人攬住個主角當劍劈咯。哇！呢個真係勁，真係真心勁，即係完全將即係主角顛倒咗啊！即係由個主角變劍，俾個機變劍嘅機械人揸住嚟攞，揸住個身個頭。係啊！不過呢個連鹹蛋超人都見到巴尼奧劍都冇乜嘢，唔會發生噶啦。所以轉頭見。